你们都是一群很善良的人，我也希望你们都健健康康的，平平安安的，也非常欢迎叔叔阿姨们可以来我的家乡玩。我呢，就是小凉山的一位少数民族姑娘，你们可以来感受一下，就可以邀请你们来我的家乡玩。然后我呢，就是说第一次在视频号直播，也没有就说也不会给你们带来家乡的特产那些啥的。如果你们就喜欢和我聊天什么的，看看我的话，你们打个支持，我以后有时间有空了，我就这样给你们聊天。因为这个视频号打 PK 什么的，我也不怎么会去弄这些，就可能你们看起来有点枯燥啊。非常感谢，真的，唱得非常好听，谢谢啊，感谢，谢谢叔叔阿姨们，谢谢你们对我的喜欢。感谢送的礼物，谢谢你们。你啥时候和叶叔叔结婚？这问题怎么能这样问呢？叶叔叔，我们才认识20多天。如果你有个闺女，她和叶叔叔才认识20天，你支持你闺女和她结婚吗？对不对？谢谢啊，非常感谢叔叔阿姨们的支持，我们爱你，谢谢，非常感谢，感谢你们，有你们的陪伴我什么都不怕，因为就说有人喜欢我也有不喜欢我的，就说有你们这么多人喜欢我的话，我会不忘初心，加倍努力，就说越来越好，让你们喜欢我的支持我的都不会失望，非常感谢，希望你做好家乡宣传。我呢之前比如说家乡也要拍什么 MV 啊，还有的话就是说宣传片啊，那些家乡的我们这边的很多当地的就是说比如说领导那些，他们有些时候会让我去拍，就比如说相当于也是怎么说呢，也是希望家乡越来越好嘛。哇，这个评论真的太多了。对，有5万多人进直播间了，谢谢啊。阿姨很喜欢你，真的感谢，因为有你们的喜欢我才会越来越好，就是说也有人不喜欢我的，因为几年呢就是说我不是人民币嘛，我做不到让每个人都喜欢我，但是我绝不会让支持我的看好我的叔叔阿姨们失望，非常感谢。